真的可以把欢笑带给更多家庭，快乐是多一点点分享，多一点正能量，川流不间断，每一个小声音载满了关心，航进你心里，为你写下孤寂，让爱成这水。你怎么每一次都会想要带着他来做义工呀？谢谢。带他参加过义工之后，我发现他很喜欢，他很喜欢这边的一个氛围，然后每次都很开心。我觉得小孩子这么小，可能他还不知道慈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他很开心的做这件事，所以我觉得就会继续带他过来。我在我们小区建了一个我们善基医社的群，义工群啊，因为今年是有打算带我的孩子出来做义工嘛，想要锻炼他一下。然后我想说，我们还是力量很有限的，不如就直接建一个群，让更多人知道，然后让大家一起参与加入进来。对，我也是在小区群里面看到他发布的消息，刚好也比较周末有空闲，然后就想一起来加入进来。这也是跟他一块儿做了三次义工。善济全体同仁，致力打造新加坡为善良之都。